불방에 놀랬어요. 오늘 갑자기 소나기랑 천둥 번개 때문에 호바오가 대나무 뒤를 열심히 먹고 있다가 아이고 무서워라 후 하고 나무 위로 올라가 버렸습니다. 위기의 순간 가장 안전한 곳은 나무 위. 아저씨요. 그 때부터 잘 배웠어요. 끔빵이 야생동물로서 당연히 경험을 쌓아야 되는 부분인 것 같아요. 알겨라기네, 그치? 우리 뚱빵이 놀라게. 누가 놀라겠어? 이제 용기를 좀 가져볼까요? 마음에 갈등이 좀 있는 것 같은데, 내려올까 말까? 내려오면, 얼음 된잎 아이스크림 준비해놨지요. 알아서 잘하고 있는 거 같아요. 천천히 그런 것들을 잘 느끼면서, 발톱을 사용해서 잘 내려오는 것 같아요. 잘했어, 뚱빵! 感谢宝宝们的点赞，谢谢宝宝们。宝宝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天天都有福宝看。这是福宝小时候，宝宝们点亮灯牌的点亮一下灯牌，完成一下今天的灯牌任务，感谢宝宝们，谢谢燕送的灯牌。要扯头套了。谢谢燕送的六张机票，谢谢爱吃零食送灯牌，谢谢自来水，谢谢云咖，谢谢依然送的零气票和小票。谢谢云咖送的高级灯牌，谢谢云咖。巨萌，这是小时候的，小后。谢谢隐神秘送的188张机票，谢谢隐神秘。有一个玻璃隔着的。
调不了，他说他那个是有玻璃，他现在也是就会反光。谢谢人生如画送的玫瑰。是福宝小时候。送的三张人气票，谢谢自来水送的两张人气票，谢谢安妮，谢谢云咖送的十张人气票，谢谢世界，谢谢自来水，感谢宝宝的助力，谢谢沙漠高原送的灯牌，谢谢醉梦送的灯牌，哈哈哈哈沙漠高原送的十张人气票，谢谢元宝送的灯牌。无忧无虑，特别调皮。在这棵树上，就是浮空不是卡头，一次是从树上掉下来，都是宋爷爷在这里。就从树上掉下来那次，宋爷爷还去接，他已经接住了，抓住了，就是没动，拖住了。公主当时坠的时候，就是很快，太重了。所以那次他没有，就是说没有抱住的时候，他自责了好久。哇，美死了！还有更黑的时候，你全身都是玫瑰，特别搞笑。不想下班，一看就是不想下班，还要挣脱。哇，真的好正啊！这是南昌宝。背猪猪的，那个没有。
点太美了。但也把这个竹叶都挑一挑。好细心呀、啊，真的好细心做的。掉下树的不是，不是这一下呀，之前蛇女送的灯牌。有没有，这就玩枫叶。就是是你说的是在国内的还是国那个在韩国的情况？送爷准备的那个吗？那些花落漫天涯送的灯牌。红色枫叶，不是闲闲仔啊，这是福宝，福宝，福公主。嗯，跟妈妈叠叠。真的好好感，妈妈在休息，叠在妈妈身上。费妈特别活跃，然后还调皮。这个一下，太幸福了！我在神树坪啊，在神树坪。叠猫猫，嗯，之前的，厉害了，福公主都能从妈妈嘴里面撕出来一片竹子，最幸福的了。谢谢噗噗福送的灯牌。怎么这么乖这么可爱，这舌头哦，是塞牙了，塞牙了。哇，巨萌，眼睛太大了。还有小白眼。
是在韩国时期的福宝宝。啊，微微每天都播福宝，每天都播。现在在神社在等福宝那个人气开源，这些地主的这些灯牌之前都这么多，所以原汁一元还没有开。不是黑，不是黄，它的毛发是黄的。不能了，四八九了。这小椅子每天都几点开播？园区开园的时候一般是早上7点多，然后还有下午5点多，晚上9点左右。因为会在现场拍一天的视频，拍完了回来播。是呀，福公主。这个凳子是超级棒，手工做的，一看就是宋爷的手艺。宝宝们没点过点关注，点点关注不迷路。还没点亮灯牌，点亮一下灯牌，做一下灯牌任务，感谢宝宝们。视频就下播啦。